全部辛苦了，大家是不是想叫你来主持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你买东买好吃的，买东西给你。弟哥阿妈妈的，母亲节快乐！哦，带跟红川去加班聊破解，这个聊一个阿妈破解，这真正好吃，这鸡真好吃。来，这蛤蟆煮啊，包好上尾来，啊，太谢，欢迎邓大姑。来，蛤蟆包好啦，等下我给阿妈来麻烦接。来，不好意思哈，谢谢谢谢。来，五杯他刮，五杯唔好刮，太高，来干啥？哦，来好，开始，好啦，来把蛋放啦，是啦，阿叔啦，阿叔啦。来，处理嘛。你哈哈你搞咩啊？不来，你搞完画画，哎，他赚三百元，上公婆破掉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哈，你刚才我给你偷卖掉。我不诚实吧？来，妈咪，后背点，妈咪嘞，全金包娘，装作折回来了。啊，弟弟抱你去。这个叫做当归枸杞师傅一碗，一台金八倍红，老辈出来两百块头。你就这样。里面呢，他姐他妹猪中猪尾公，这推叉仔来七百块块头，一百块来，两块头你捡金刀，没两百，来七百块头，当归枸杞师傅一碗，好东西哦。来一百块，贵也别笑。冬龟。枸杞出卖完，阿妹大妹子蛤蟆坐了，冲阿妹来，阿就出卖完咗啦。来一百块，最后三个人嘅冬菇枸杞出卖完，一百块来。三个。还讲我这未白就先烧，未七就未六未几盘，来五个人嘅只咯，一人多食一斤汤，来一百块来，最后两个人，阿妹枸杞师傅一碗，来大妹来一百块去。来出卖一碗，一百几两。好少啊，剩出卖一碗嘅。冬菇枸杞出卖一碗。来几来一百块来几。送送快！你讲生意好啊，你讲大个，来经营看。来给大妹五百，给大妹四百，给大妹开五百四百，来三百块石头姐来。给大妹中空，来进来进来，别玩得。来三百块来，再六个啊，再七点八个啊，这个等于才多钱？来三百块来五个人去，来三百块来，弟弟你也会啊，弟弟。讲起来卖圣饼啊，给他母亲节糕啊，这样得个请你来，三百块以后开店。有咩人来？收啦，你是咧无啥货咧？来，一大三百块咧。啊虾啊，哪卖啊虾啊？虾，我随便啊。来三百块，来用花，用花。阿姨，阿姨，你叫恁先吃完，再讲咪好。来三百块咧。呀，你爱家己吃了，再讲话啊，恁三娘啊，你无认命，你就开价。来三百块咧。我讲讲的人我走，我是真正关心伊啦，乌冷冷的同好见面。来三百块多，这个伊讲，我阿哥阿妹起来，奈红家己吹啊，红个家己啊，不办啊。然后要起来，今日来三百块多，三百块来白带伊中空，来三百多。你们拿一包白带，啊，你老师他们，三百多，来三百块点，今日好啊。对啊，真正就是八块了，你两个都看到啊。安尼你我真正了着，我真正了着，我真欢喜。所以讲今天母亲节，我把安尼的十叠沙发已经收收了。今天才有，来我多送，我自己多送你两块，下次不要再搞可以两叠啊，两叠是我心甘情愿送你啊。来，弟弟去啦，弟弟开车去。来沙发，阿妹关掉下手。来沙发，好白带，来三个来。下次没有那么多块，下次是十块哦。今天有送两块哦，母亲节欢喜得。来三百，我拢送我两块，白带中风。请假睡，请假喝起来，来三百。我买到了，白带。白带，拢送你了啊！来哦，谢谢。来，阿弟哥要吃啥哦？上店。开心，哇，终于得了。小雨吗？终于有人要理他了。哇，阿弟小雨让我开了。好。我马过来。在桌面上啊！马步枪鱼啊，看一下。午餐慢没有了，那我们。好，我们要弄牛肉来。来，爱吃海蛎，爱吃香鱼，要不然你自己在我家吃吧。金龙，你都有用筷子。来，香鱼来，大只哦。来，我啊，金龙，三四个人去，没五百，没四百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香鱼，来三百块。我很了你啊，大只哦，不是小只哦，来三百块。要要吃，当然。来三百块来，来三百块来，这只够你，这只够你，够你不得买啦。来三百块来，来这种吃够你一顿。来三百块，这种吃够请你。来三百块啦，了了嘞。我想对啊，来香鱼三百块多啦，给你给你。几只一个人十只，我先爱过来吃，这个不能吃完了。来呀。要吗？
讲一个俗话，我讲我袂对。你哪来一寡？对，连四只我我袂对啦，有钱还袂用看。谢谢啦，我的人无可能遐卑鄙啦，两个了我的人来三百好啦，小爽啊，公斤几块好啦。啊，你刚刚干了是嘞？哎呦！啊，唔较早讲诶，我放车来，头家就无清醒来，不结账咧。来抢一个啊！无紧啊，你无了你嘛是会啦。啊，唔是安尼，来三百，拢我啊！来一百块，剩三只，上面搞了买来一百块。一箱面只三百，一百块真正了没有？来，朋友你看去，我带盘。来海贝来，哎呀，你盘吃未啊？你买较少诶。诶，我无咧买几几盘啊，但是足平，搞买几盘来，你只开一千块八百块，你吃海贝来，你什么物件？要啊！阿爷要吃饭，他们上面无一百，那不好。哎呀，哎呀，等我领料，你敢讲好？好笑，母亲节呢，妈给拿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哎呀，两三招呀。最近几天拢两三百块的呀，一人一份，这里四个客人吃。全部都要人出，解开三百万卖千一，一行情到这话，现在卖就来两百块了。两百万，唔免三百而已，就分两百块啦，嘿啦，差不多三只至五只，你可罗清楚到咩啦？来海边下两百块了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拢准备了，他叫你啊后边，哎后边咁多鞋啊，可以啊，我等下我唔敢收来，等过来。来这一盘就是四个，你不用担心，哎，这一盘就是卖四个而已。来六个哈、哦，来阿达波两个，来中间两个，来这边也要来。六个，这也算还了。来冬龟，冬龟丸，冬龟丸上位来，冬龟丸包了来，来端来。来冬龟丸上位来，冬龟丸，来阿个姐上高位啊。来冬龟丸，来这样姐能包一包好，全一包两个。冬龟枸杞冬龟丸，几百块。哎呀，靠前，来咱靠前，来靠前！你茫搞后壁，迄拖脚骨啦，啊，拖脚骨啦，啊，讲话袂听啦，哎，即个叫你袂啦。哎呀，母亲节快乐，即个你。袂动钱，你是用代驾呀？妈多。好笑。有啊，顶流老板有来配啊，一直都有来配。小倩，记住电话09607201。来，百菇养生鸡汤怎么归呀？超棒的，超好吃的春沙酱凉，几家伙伴欢迎在离观众广，自己打不过上去看，一支500多块，这餐厅靠位的碟啊，哪里进来来？没啦没啦，呀，别别呀，别别别别，红哥你搞你搞，这酒喝的那好啊，哪里酒？来，阿明哥你好，来阿叔你好，哪位姐？七姐没我吧？沙姐俩，一人一只，真的超好吃。餐厅在用的鸡不会很差。来，西安我去把这两个酱，来300块来，好吧，好了。百菇养生鸡汤，这个真的好吃哦。来300块，这两只酱，弄完了，为了母亲节应该弄几个啊？要不要一只？真的好吃哦。这是大牌，这是真专门在教餐厅用的呢。来鲑鱼来，三个不忙哦。鲑鱼，来鲑鱼，大家等很久了，不好意思让你们等那么久。来，想要讲鲑鱼外供啊，这铁板烧的也超漂亮的。可以啊。哇，得高呀，这一片就是到150、160的。记得，记得要爆火爆辣啊，因为这有够高。来，要吃鲑鱼的，不用买1800，来我爸过来，九姐妹来鲑鱼，我爸的。三地四啊，四地哦，你五百，你买这买啊，真正是特别拢无多讲，大五地，不用750，不用600，来500块，这一片再送给你。陶哥照啊，陶哥给他炒，那陶哥那一家母亲节大餐啊，哎，人家喝起来。等你讲，陶哥我买多只，你买几碗鱼食开胃啊？哎，都是我食。礼拜好菜不要吃，礼拜好。可能系啊。这地都开着。吃七袋，一礼拜来500块鲑鱼，好白白，真鲑鱼才贵着，袂遐俗。哎，我这鲑鱼是餐厅咧用的，你当做安尼细袋无起眼咯。来500块来，一袋40块，看你准备吃少的鲑鱼。来500块来，快快。来鲑鱼好起来呢，好啦好。来鲑鱼来，好吃的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来鲑鱼，来进来进。哦，来来来来，来
跟你上头发的鲑鱼。哎，你们快买！现在鲑鱼会越来越贵，我卖这么便宜，我也其实我也不知道卖对不对啊。来，我们别来，我办黄母亲节快乐啊！来，今天可以庆典这一天。来，鲑鱼我办黄，各位上头朋友，嗨，母亲节快乐啊！你卖上快点按合照，好，不要来打折。哎，可以对八万折，我说不要合照按5500，哎，不要去对八折，他们要按两折哦。来，来，科鱿鱼，今天上面科鱿鱼，来，好了。说鱿鱼来过来，谢谢，来小姐来。你要什么？鱿鱼啊。我说鱿鱼好 ，OK。来，说鱿鱼，这上午有没有看到呀？我收六百个五杯。来，说鱿鱼，鱿鱼啊，叫上五杯。哇，对呀。哎，五杯真正的寡我，卖者心外困了。来，阿婆要包好来，就吃五杯起来哦。有配钱的吗？哦，有配钱的来这里。有拿钱的来，谢谢。来，还得要多三倍来。来，要给你银子，银子啊！你好，几波你好，我懂。你爱钱吃吗？做我搞，我做派出力呢。嗯。你爱搞降落的呀？你来，我给你借来。意大利面，4个客人，来200块来。意大利面。我啊，经济出不了，要吃意大利面，动多少块？来，200块给我来。来3包你来7包你来5包你来2包，意大利面我来不叫，超级好吃的意大利面，来6包你，来7包你，来求姐妹来2包，来7包都可以，对，假送母亲节快乐，来2包你，给你7包的尊重，来2包，来最好的我来给，要讲好卖好，好你要好，来2包过来，来6包，7包8包来老板的酒来，最好姐他们，小姐不要躲啦。等一下，特别是在这里，看你们各位跳钢管呢。好，要不然我再快跳跳，快到了。来500的，来被抢蛤蟆来，快几份啊？那我们看你今天没有买到蛤蟆的动作，快来。好不好？哦，谢谢谢谢。来蛤蟆买2包啊，蛤蟆买1包，红蛤蟆买9刀，蛤蟆买8刀、7刀、6刀。你有没有抢蛤蟆？拜托我开眼睛，有没有进来来？20块，20块来。一人买一份，买2份没关系。来，你再过来，好吗？咸猪肉，蛤蟆你再过来，蛤蟆你再过来，别玩了嘞。来，蛤蟆你再来，给你。哎，这边铁农要出来做蛤蟆，好不好？来，蛤蟆买20块，通通买到了吗？蛤蟆你炸，你炸，把来抓来，谢谢。人家走的啦，去陪我，去陪我20分啊啦。哦，我个面前拢变好玩啦。来，蛤蟆你再过来，喂喂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哦，来去帮他包6个，包6个。哎，这都剩3粒，刚吃中意哦，佮煮一碗红汤的。来，要吃柠檬鸡腿排来200块都，柠檬的鸡腿排好无啊？等十多人一直讲，阿找袂出来，我讲，来一个人加6支200，要几号哩？来200块，柠檬鸡腿排这么贵哦？200块，来打针者，8支200都收来的人个啊？太困了。好的，到来了，母亲节快乐，高逼来，高逼你来，2包来，一个人10支，10支给你们没关系，不要钱。来，柠檬鸡腿排2包，都够了，没别的吧？再不给。柠檬鸡腿排真正香的，你该去看卖，三哥哦，这名叫好吃啊。来，2包柠檬鸡腿排，来最后一位了。最好姐，让给好柠檬鸡腿排。来，2包，给我完成任务。来，春季的姐娘给10支哦，来200块，我来找介帅哥呗，这喜贺啊，真真好吃啊，干哪搞你啊？你都不要花的呀，还不用苦你，来还要吃葱抓饼对不对？葱抓饼在变变的，你看来第3杯啊，哦，大家消化不好。袂啉袂啦，袂啉，加冰啊！袂啉点点，我乖，我乖，喝烧酒啊！来，冲刷品来，1包10袋，真正俩，来2包了，真正好食，慢炸，现在无变完袂使，你等下吹蜡糕好吧？吹蛋糕，什么叫吹蜡糕？哎，蜡糕就是暗时啊，黑啦，黑啦，低啦。啊，有抽皮鞭无？1.4公斤，皮鞭已经抽怕样。这样买一包来200块来，大个谢谢。今摆买过我来送到边，超级好食。每礼拜拜六礼拜锁定王东煌海鲜叫卖，王东煌哦，不是王东煌哦，不是王东平哦。来200块3个买都，买你1包，送你1包，好好食，好好食。
来冷半锅的葱抓饼200块，全家两口吧。来冷半锅，来大哥来，谢谢。来冷半锅最好解了，给葱抓饼冷半。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，没有葱抓饼了。来冷半锅，葱抓饼好吗？来200块，葱抓饼。好，给到完了。拜公啊，就三包了，好了，给计价了。来几包肉，来冷半，来几包肉。好啊，就是三包咖啡饼呢，饼完你就要买啊。来，大哥要来，加一包，来乖一点。真正好吃，暗时啊可以当敷脸。三包好吗？食无啊，可以当敷脸，真正好用。三哥好高级啊，我笑啊，笑我笑啊。来，我包。当然可以啊。我可以无赚钱嘛，我多收。兵哥走啊，你。哎，我创啥子啊？来，好饼咖啡饼好。来啊，你个咩啥？一人给我两张，两张两张，五张两张，来啊，好来。好，拢干嘛呗？来黄鱼咩？1000台币8000，来我百货了。来两个人给咩黄鱼啊？哦，两位吧。来我百货黄鱼200块，来七分钟你来黄鱼，来你两个咩咩弄？来我百货来，我百货你呢？来最后一位黄鱼，来我百货黄鱼给我百，最后结账给我百货，好吧？黄鱼还有人需要黄鱼吗？500块，都买到了没？来，大哥要来，很快，真的好吃啊！哎，你们需要箱子吗？需要箱子要讲哦，有啊，还是有没有处理啊？我有处理啊！黄哥哥的礼拜，我看还有人传了星期五报的，感觉好不讲哦，星期五的礼拜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松叶蟹脚排，一颗要八厘，两颗要二十，别加啊，这个不用煮了。安尼偷两只，但是一桌侪人我提得煮嘛，煮会个拢 OK。来要只，唔免三百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双面线条来，收价。是有人来的。要只一克啊，要克的，三克啊，300块，来200块，招姐妹来，双面线条来，200块。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峰哥，谁啊？峰啊，你搞来。峰啊。对。这上吊没啊？对，小姐。对啊。上一杯鸡啊。上一杯鸡啊，你肯定有啊。对，我不讲不讲的。叫你经理来。对。来乱的，来阿杰哥话的，飞机哥话的，喂，飞机，飞机，刚刚在箱子里面啦，我还记得嘞，没有放在箱子里面，没事，快点啊，我休息2分钟，我一我挂，阿杰一条黄鱼给我，我不要，不过我比较好嘞，好。啊，不是，我 OK， 我有这个功能，你别讲我几个。你两个拢唔相信？你两个拢唔相信？给钱我啊！给钱我啊！快点，200块。来，200，小姐啊，200块我都150，来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快点，200块。香菇等来啊，香菇等来啊，你唔是吹香菇？香菇回来的啦。香菇，我倒给你吹。来，二阿春虾啊，来毛豆啊，起来画画毛豆。来阿杰摆够无？地摆够无？铁路猪排二啊，做起来无变着。来毛豆，营养又好吃，来要加200块完了，毛豆200块，赶快。毛豆要加来300块，你来200块。大哥，你还要什么？春虾两包。蛤蟆，好，蛤蟆。刚好来要加毛豆哈，来200，这样可以300包200。真正好食。100块花的，100块来，300哦，来100块来，大哥要两块，100的毛豆100块，哎呦，我毛豆300给你100，你得要科鲁，跟科鲁要过来，100块最好解两根毛豆，好吃又便宜，来100块，卖的真便宜，来100块够上多不了，我够红眼够啃2包掉了，快拿下给帅哥，来100块来，毛豆100够上多不了红眼。呀，这个麻豆很好呀！来，麻豆18，各有三包杯点点，18包，通通买到了哈、哦！好，谢谢。干嘛？没有，你就填呀，没有了。给麻豆准加好了。麻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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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BK 没啊？不搞了，不要拿了。好，啊，加两麻豆，麻豆够两包杯了吧？麻豆最后剩下这里的，通通没有了。好来，喝，拿准备上。来，您听讲，我的我，来，给150对啊，这里150，150，有这是多少？我卖多少？找他，我不知道你去吃150啊，就对了啦，就是吧？来了。
不要怀疑我，来，我们吃这个牛二两吃小腿啦，全家俩来三百块来，两包你来，三百六。回到牛二两吃小腿，谁要吃？三百块，三八，三八，三八，不要哦。牛二两吃小腿，加好加物件，全家全家俩，买一包等于七只，用这个平底锅七只锅来，一百块，这样买一包来，一百块。牛二两吃小腿，一包一斤重哦。来，一包后有没有吃？香菇两包。香菇要二十包啦，两包也啦，不去我这两包啦，不然两包得了。来，一包后牛二两吃小腿，哎，这好东西呢，拜托、喔。你看短信嘛，听好不？牛二两吃小腿，来一包，你看几包？好吃哦、喔，这以后没有货了哦，别备两包，麻烦哦。来，牛二两吃，哎，多少香菇不管？母亲节快乐，来一包后来，哎呀，替我给他设公爵，来一包。哎、欸，牛二两吃小腿都买到了，我存进去三七包了呢，阿哥卖不完，哇、啊，真正好笑啊！二来，红梅来，二一百箱，来还有叫猪排两百，来叫小姐让天价来两百哦，今晚讲八点都笑了，来姐让天买酒来，再讲八点，再讲九点，我十点给你来两百哦，叫陶姐来两百哦，这里八片九片来十片给你，来还有叫猪排，叫小姐让天来两百哦，来帅哥要来赶快。哇，真帅呢！来两包，你两个做啥鬼？等你等你看剩好无？哎，这空空点数嘛咧剩好无？来铁路猪排两包，无酒搁干啦，无酒搁干啦，干一罐偌贵啊啦！来两包过来了。来五袋，来六袋，即卖你叫我买啦。来八袋两包过来，这是铁路猪排，无空空了哦。来两包过来。赶快高铁、大铁、大铁，来两百路，叫几个人去吃铁路猪排，两百块。你拢买咩呀？铁路猪排全家人没有了。好来，铁路猪排卖很少，你也边头，但我随便。全家人，全家人，无风哥带个水果去啊。来，你吃几百摊阿公啊？来，算你来。水鱼啊，变变。是吧？不高吧？来，金永良店吗？来，别进来，我发货啊，都不要买。你找你是行卖好了吗？行卖好了先发奖。安小文，安小文。我找你是。对，行卖好好的，我要上钱买烟来。阿妹来变品牌，别小文我来过你，来都吃行卖三杯来。唔好走哦，别叫玩家走哦。关掉玩家走哦，来有咩行卖唔通 ？OK。知道不？今日搞接来。来，讲完了吗？存一包讲完，阮家己袂较烧抢，结果一包放伫遐，规个包无人要插伊，无个人客啊，卖卖两百块，有要食我的存折讲完，来一百块给我，来一百块了，来五个人客了，来讲完一百块了，加油，来一百块讲完，哎，我们家讲完真的很厉害，怎么只有一个客人买啊？这样就奇怪喽。来讲完，我应该换两百块的物件，一百块恁亲家跟哥路哦。来一百块讲完，来唔免人个，来五个人去吃，规盘拢我恁，五个客人吃就好了。讲完，一百块，帅哥买一百块讲完，超好吃的，我们。